打交一下吧，打交会蛮恶心的。国民党那个今天会确定是正式委，其实任何一位出来必须要自己更加努力的，因为其实我离开三重也一段时间了，那我上个礼拜征召之后，我就基层我到处都有在跑。正式委外界说他是朱跟韩两个人合作那一个指标人物，那韩也劝他出来选，因为但是韩现在人气这么高，很难打。那我要更努力了，真的。我什么努力？走片片啊！我像第一次出来选的时候，几乎三重都让我走偏，时间又那么匆促哈，所以有很多事情就是必须要自己，更加的努力。他会找老婆出来一起走。哎，我要再劝他了。他本来就不赞同我出来再选吧。哎呀，只有这么短的时间哈，我们要一定要全家出动才可以。要不然我一个人跑真的是会来不及。打交一下吧。你怎么会蛮恶心的。说尽好话嘛。平常有时候在家里我在看电视，他一直讲一直讲，我就说好。其实我都没有在听。但是现在就必须要他讲什么都对。